物里边有白狗子。队长，他啥玩意儿？他就成了武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。我闭嘴。正在我台影视频道热播的40集连续剧《武工队传奇》自播出后，收视和口碑都有不错的成绩。而在这部男人戏中，赵子慧扮演的战地女护士方家也以为会受到多一些的照顾，但没成想每场戏拍下来可苦了这个平时爱美的女孩子。当然没有那种现代戏的那种时尚感了。刚开始在武戏组拍的第一场戏，然后从马车上往下蹦，脚被绊到那个马车的那个横梁上了，就直接整个一个人就横着拍下去了。然后大概全身青紫了能有一个月吧，